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宇威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 EP 里的 Do Not Disturb， 请不要打扰里面的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。这首歌是我的主打歌，那这首歌也有拍 MV， 是从那个制作方面，就是歌曲，然后拍照，然后 MV 我都有参与到。我希望听到这首歌可以传达给大家一种，在你做什么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会想起你最不想被打扰的时候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，然后就是会介绍一些比较重拍跟摇滚的方面，所以一种有点带一种情绪，一种愤怒的情绪带进去，就是在你做很认真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想打扰你的时候，请不要打扰，这种概念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支持跟支持我胡宇威，谢谢。我会对抗全世界，好不容易坚持走到现在 baby， 你总答应我要勇敢，别留下我一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宇威，想要听我最新的 EP Do Not Disturb， 请不要打扰，就在银河网络电台，给你最酷的好音乐。